下一个就是我们住的饭店，下一个就是我们住的饭店 ，Normy Hotel。下一个是我们住的饭店 ，Normy Hotel。我觉得真的是超棒，它空间非常宽敞，食物非常好吃，而且重点是它门口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鸟笼，超多鸟在里面，看的心情非常非常好，所以我给它4颗星。